康生活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林官。讲到健康哦，这个生活中呢，有一种海鲜类呢，是很多营养跟这一个医生专家哦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的，就是我手上这样的头足类。他们呢，有的叫做花枝，有的叫做中卷，那有的叫做小管，有的叫做套丢。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名字哦，比方说意大利人哦叫乌鱼乌贼啊。那同样的，台湾社会哦，其实你看到很多各式各样这一类呢，它统称头足类。可是呢，大中小呢，市面上你会看到非常多。再来呢，很多观众朋友跑到超级市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买得到冷藏的，有的时候买到是像我手上这样的冷冻的。可是你知道吗？头足类哦，如果你料理处理的好的话，你会吸收到 Omega 3的营养价值，也会有 DHA 跟 EPA。 可是像这一类的鱼货，如果保存的不好的话，其实一不小心哦，会有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状况来发生。那头足类的这一些哦，软体动物哦，到底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待会健康好生活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好，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有六个好朋友。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江守山医生，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洪淑清，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医生好朋友洪世奇医生，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营养好朋友谭敦慈谭老师，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温国志温师傅，大家好。好，再来是我们的法国料理好朋友陈之颖，大家好。好，我先问一下淑清哦，桌面上这一些哦，不管是叫做套丢、叫做中卷、叫做小卷、叫做花枝的，他们统称头足类。那头足类是一种海鲜类。不过听说头足类长期被污名化，吃头足类其实跟胆固醇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反而头足类哦是一个高蛋白哦，那相对低热量，对现代人来讲是一个营养很好的食材的来源。没有错，因为人家常说人呢眼高于顶，叫做眼睛长在头顶上。头足类他们不止眼睛长在头顶上，他们连脚都长在头顶上，所以叫头足类。头足类过去很衰，因为大家都以为说它是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甚至如果你去网络上找啊，会有找到一些文章说，哎呦，你知道吗？吃一口鱿鱼等于吃40口的肥肉。可事实上呢，后来现在科学证明这些是错误的说法。那错在哪里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头足类的胆固醇高不高？对，过去呢，你如果去看一些相关的营养资讯，你会发现，如果是干燥的鱿鱼，可能一公克它会写说它的胆固醇有600甚至800那么多的哈。那想说真的很高啊，因为鸡蛋都没这么高。结果呢，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是因为干燥嘛。你如果把它说是真的新鲜的，它一百公克可能顶多就是200-300毫克。你说这还是很高啊？问题来了，之前农委会的水事所，它有在一篇他们的刊物里面提到说，其实最近几年是因为仪器越来越进步，以前仪器不进步的时代啊，他们分不清楚胆固醇跟其他固醇类，所以就把它所有都叫做胆固醇。可事实上呢，头足类这些它们含有的可能不是胆固醇，而是长得很像胆固醇的其他固醇。那其他固醇，你说是好还坏呢？其他固醇他们认为它甚至在肠子里面呢，可以稍微跟胆固醇竞争这个接收器的位置，所以它甚至有一点点可以抑制胆固醇吸收的用处哦。所以在中国还有跟日本，他们是甚至都有人去做研究说，我来研究说，你既然以前我还不知道它是固醇，可是以前他们就发现一个事实，你告诉我说头足类胆固醇高，可是很奇怪，我们去做试验发现，人吃的这些头足类的东西啊，明明吃多了，可是它胆固醇不会上升。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可能是固醇的原因，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推断另外一件事情，他说虽然头足类可能有胆固醇，它有另外两个好东西，一个东西叫做 EPA 跟 DHA， 不管是它身体甚至在它内脏里面都有相当多的这个含量。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脂肪酸，所以当你的脂肪酸好的时候，可以帮助你身体把那个不好的胆固醇降低掉嘛。第一个，他说第二个，他们认为说有可能因为头足类里面富含的叫做牛磺酸因为牛磺酸以前大家都认为说牛磺酸主要是护肝，那跟这个血脂肪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你知道胆固醇是谁在做的？是肝脏在做的。他们发现说有一定的牛磺酸的比例呢，可能也可以抑制这个高胆固醇。所以他们当时是推断，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人吃的明明胆固醇高的头足类，血脂却不会变高。后来现在发现，原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根本就可能不是胆固醇，它里面真正的胆固醇可能只有原来的1/2到1/3。所以他认为，第一个它是高蛋白。第二低脂肪，第三它还有好油，第四还有大家最喜欢的牛磺酸，甚至还有其他好的这些微量元素，所以大家其实不要再误会他们了，他们不是吃一口胜过40口肥肉，他们是吃一口也能吃到鱼油，也能吃到蛋白质哦。真的，问一下江医师，传统上我都以为哦，吃鱼才吃得到 Omega 3跟 DHA 还有 EPA， 没想到头足类也富含这样的营养素。其实有
EPA DHA 的这个海底的生物蛮多的啦，包括海藻，包括虾类的，真的，包括这个东西所谓的头足类啊，当然包括鱼类，那我们现代的人营养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哦，你对比，譬如说20000年以前的人的话，他吃的食物里面 ，omega 3跟 omega 6的比例啊，大概是介于1:1到3:1之间，就 omega 6是 omega 3的1到3倍，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目前现今的大部分的国家的摄取的状态是 ，omega 6已经到 omega 3的14到20倍，看每一个国家不等。那你说 omega 6吃那么多有什么坏处？有了，因为 omega 6本身是一个促进发炎的一种脂肪酸，那 omega 3反向的，它是抑制发炎的。那在人体里面，你不能完全没有发炎反应，因为你没有发炎反应，你不能杀掉细菌，你不能杀掉病毒，你甚至不能把不好的细胞处理掉，所以你还有发炎反应。可是你如果发炎反应太强，你看到结果就是什么自体免疫疾病啊，你看到结果就是所谓的一些过敏啊，你看到结果是关节炎这些东西，那当然对人很不好，那像这个头足类的东西，它 Omega 3其实算是高的哦，比上陆地的生物几乎都没有来讲，甚至比在海里面的，坦白讲，有一些陆上的鱼啊，比如说我们淡水鱼，像萨巴奇什么，可能都比不上它的含量，所以它是含量算是不错的，而且它本身就像素馨讲的，因为刚才那个问题哦，其实有一个问题是，你看到现在 CNS 标准胆固醇检测方法还是化学比色法，对，那化学比色法它没办法很清楚的分辨所有的醇类，所谓的醛类，所以他会认为它有胆固醇啊等等的问题。可是你今天如果用质谱仪去跑它，那你就可以分别说啊，它根本不是胆固醇，所以大家吃这个东西要了解，尤其是给小朋友吃很好，为什么？因为没有刺啊，对，海里面大部分东西有刺嘛，而且它也是好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嘛。那我请我右手边的来宾，我跟素馨一起出来，头足类真的在台湾其实蛮普遍的，最常看到的就是花枝啦、中卷啦、小卷啦。好，那我们先看花枝哦，问一下这个姿颖哦，是。我这一盘是很漂亮的花枝嘛，不过其实在台湾买花枝88块啦，有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有的时候也有这样，有的时候还有切好片好的嘛，通常这怎么挑？像看这两只来比较啊，像这一只已经趴下去了，对，所以它的弹性已经不见了，所以它已经就是它的新鲜度已经在下降，对，那像这一只它的新鲜度就是它的弹性还很够，而且它的亮度。两只的亮度是完全，你看这猫尾啊，对，这个还坚挺，还有这个感觉好像已经有脱缺水造成的小细纹，皮肤小细纹，这个就是绷得很紧，这个还有洗澡杯，这个已经趴下去了。是，那还有像这一只，很明显它的颜色已经变黄了，对，黄黄的，对，它颜色已经也有点带黄色，然后你摸的时候，它的会有一点点的那种黏黏的那种感觉，黏腻，黏腻已经出来，那闻。它会有一个臭味，这个就已经完全不行了。所以头足类不应该有黏腻哦。它的黏腻，它其实不应该有黏腻，它应该是要有很光泽的这种很亮的这种，而不是黏腻，不是黏腻。哎，不一样哎。对。哎，这啊，那糟糕，我都一直以为，我都一直以为海鲜跟鱼一样，就是有黏就是健康。哦 ，no， 所以鱼是有黏腻是健康，可是头足。类的黏腻反而是不新鲜的，不新鲜，对，不新鲜。那我们转过来看会更明显，你看它的那个薄的地方，薄的地方的颜色，对，已经都黄掉了。对，那像这个就是比较颜色会比较白一点，对对。哦，所以比较新鲜的会这样子比较白，是，所以这两个虽然是同等级的，这个是今天早上比较新鲜的，这个是放一阵子的，是这放一阵子。那它在火的时候，其实它的肉应该是要呈现透明状，所以它是会。白中有点带透明所以新鲜的要白中有点带透明，好，这个是花枝嘛？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花枝很多，它都已经清除掉一部分的内脏了嘛？对，现在所有的几乎它，因为内脏啊，其实它内脏很容易，它因为它水分含量很高，对，那再加上它的食物吃完在肚子里面，其实很容易腐败，对，所以现在的厂商大部分都会把内脏。跟皮拿掉，那有时候会帮你把眼睛，因为眼睛也是很大量的水分，所以眼睛也会先帮你把它处理掉。好，那师傅买到这种冷藏货回家，通常要怎么保存？可以保鲜多久？通常我的保存是要看你的食用的方法，就是如果我的建议当然是越快越好，对。可是如果像我自己的保存方式，我是把它放在袋子里面，然后用冰块把它放在冰块，然后加一点点水，让它那个直接。
冰度是直接泡冰水，因为那个的冰度是最直接渗透进去。对，好，那除了这一类是这一个新鲜的花枝之外，外头市面上也有一种是这种，那有的是冷冻货，那这个是江湖传说的小花枝嘛？是是是，这一类你推不推荐？这个其实我个人是不是很推荐，因为大部分这种小花枝都是从东南亚来的，那东南亚它处理，因为这种小花枝它其实也是把内脏都处理掉，对，那因为东南亚天气很热，对，那它在处理的那个过程，那小枝它的熟成就快了，它腐败速度就快，所以通常这种的我就比较不建议，而且这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你去板豆有些时候吃桌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小章鱼，对对对，每一只头发都卷起来，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跟你讲，那个大部分都是泡了药水了，不是自然卷了，不是，它不是自然卷。其实你如果自己把小章鱼拿去热水里面去烫一下，它没办法卷成这个样子啊，它刚刚颠给啊那样，它卷那么多圈，事实上。业界的术语叫亏灰啦，就是泡药水让它长这个样子，卖相才会好啊。对，哦，而且它的那个泡过药水那个比较没有那个臭味，腥味，对，它那个腥味臭味比较不会出来。哦，所以通常你们比较不推荐这样子，不推荐，真的比较不推荐。好，那再来哦，除了花枝之外哦，市面上常常看到的还有套 Q 跟小卷嘛，对不对？对对对。来，温国志师傅，我们来先讲一下小卷好了。小卷在台湾其实也蛮常看到，对，现在是产季啊，产季，而且哦，我在超级市场真的有的时候也买到这样子。是啊，这一类是稍微已经熟成穿烫好了，对不对？对，一般小卷我们在捕捞上来的时候都会用海水。在船上就直接做一个预熟，海水跟碎冰熟成的，哦，先煮了，先煮了，对，因为它的这个皮很薄，很容易就是坏掉，就是滋生细菌，然后就腐败这样子，所以它在渔船不容易保存，都会先稍微把它烫过熟冻。对对，那有些这个近海的话，像澎湖在捕捞的时候，它是直接结冰的，好，所以一般买到那可以买到这种结冰的，那但是这个体积有差，小卷它有几个分别是体型越大的小卷哈，单价越高，然后我们这个小卷它的一个状态就是像这个是产卵期，这个是我们说的母小卷，里面每一只都有蛋，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母的？对啊，这里哪里写它是母的？通常这种体积里面膨起来这种都是母的，所以比较肥的都是带卵的，带卵的，那带卵的就吃得到它的那一个卵，那个沙沙的那种口感，就是所以它就是单价比较贵的原因。那还有如何选购它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的体型这个外观皮是完整的，通常我们捕捞上来，如果马上在这个适当的这个盐水的沸滚沸的这个盐水里面去预熟，把它泡熟的话，它的这个外观是保持完整的。好，那如果是已经捞起来不新鲜，久放了之后再下去预熟，这个皮外观就这个了，这个皮就脱了，脱落。哎，对，就是从这个外观，你看这里要脱皮，脱皮的，好。所以外观也会影响它的品质，是是是，没错。好，那小卷之外我们有的时候会买到这个，这个是套 Q 嘛？对，这个是套 Q， 又称中卷啊。好，那像这种的话，这是袋装冷冻的，这个一般就是这个远洋在捕获回来的。好，那像这一种的话，就是每只都包起来这种的，也是就是我们餐厅在用的，业务用的。好，好，那这种冷冻货就是相对有这个买的时候要冷冻，然后把它放冰箱冷冻，那要用的时候再解冻。哎，拿出来解冻。好，可是有的时候超级市场我买到的是这种，对，而且这种还分两种哦。陈雄这看得出来是一只完整的套 Q 啊，还有一些已经把它切好切块的嘛。对对对。好，那这像这种切好的话，好，你买回去就要越早使用越好了。好，它这个就是这个退冰之后再切成这样子，好，所以它一次就它已经有二次退冰了嘛。所以这一类的它其实真正的保存期限都不会太长，对，大概48小时。好，那像这种真空包装的，然后它去的内脏、去的这个眼睛跟足，像这种的，就是更高档的。那这个更高档的是谭老师的，请教一下这一包谭老师怎么处理的？其实我都会买好之后那就请他抽真空。那如果他没有抽真空，我就回来自己抽真空。对，然后就冷冻，因为
那个什么，我大概就是一两天之内就会把它吃完，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保持冰箱的干净。好，唐老师先请教一下，你在传统市场买这只的时候，它本身长成这样吗？对对对，就是它本身是长成新鲜的鲜货，对。然后你请它帮你处理好之后，你请它帮你包真空，对。那包真空之后，你回家是冰冷冻还是冷藏？如果我当天要吃的话，就是冷藏，就是冷藏。对啊，如果我是隔天才要吃，我就进冷冻。哦，你就进冷冻。那如果你隔天才要吃，进冷冻，就隔天要料理的时候再从冷冻拿出来，再冲水解冻。对，你就直接丢到那个流水里面去，大概真的五分钟就已经 OK 了。好，所以唐老师买同样是买套 Q， 你就会期待是一个真空包装。对，所以这个是传统市场买的。对，哦，好，那师傅今天还带来这一个，这个是有什么差别？限流的，限流是什么意思？那从这个灯光折射上面，它表面这个点啊，好，会有反光。对，反光效果它比较精亮油亮。对。好，这个新鲜度就是带皮这样子，然后最主要是这个光点的话，它会收缩，越新鲜更新鲜的话会放大收缩这样子，而且它的眼睛感觉也还蛮亮的，很饱满。对，来我拿到镜头看，好，我第一次认真看他的眼睛。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这个都去掉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很捞啊，所以你看他的眼睛，你看看他的眼睛不比鱼眼睛小，对对不对？很相当的大。像这个传动的话，这个要负五十度就可以保鲜哦。那我们一般去传统市场，像这个就是餐厅在用，它的这个新鲜度就比较高。嗯，对。好，谢谢我们的来宾，谢谢。好，接下来谭老师要分享一个你们家常常吃的凉拌花枝嘛？对，因为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因为本来是直接烫的，盐水烫的就吃，但是吃久了小孩子一定会抗议，对，所以我就会把它烫一下，然后加一点就是。也是清冰箱的料理啦，因为我们家最重要就是说，什么都是清掉是最重要的。唐老师，你现在烫的哦，大概就是你刚刚出示的那一个冷冻包，大概一只刚刚的那个套 Q 嘛，对。那现在竹笋是盛产嘛，好，对。那这个是穿烫过的竹笋，对，穿烫过竹笋，我们家都是穿烫的。然后就一些小黄瓜，这个也有稍微穿烫。对，因为我不吃生食，我想那个江医师也很怕生食，所以我们家的小黄瓜是烫过之后呢，然后。冰镇一下，那这个是那个 小番茄，那这个就最简单的，那这个是现在盛产的梨，水梨，风水梨，对，就是一些你就拌一下那个盐水，好，那当然这个凤梨现在也是盛产，对，我们就把它拌进来。我们唐老师很多料理都拌凤梨，可是真的很妙，凤梨跟热的冷的都超搭，对，然后它跟咸的甜的都搭，对。然后呢，我的酱汁是这三种混在一起。好，唐老师淘了一个很厉害的酱，这个厉害的酱万用配方，一个配方叫做芒果，一个叫百香果，还有一个叫凤梨，对不对？对。好，那调出来的酱哦，长成这样，所以呢，它就会有点浓稠，哎，可是它不是纯的百香果酱。对，好，它的酱超好吃的，所以我可以再偷吃。这个只是把它打散而已嘛。对对对，就是你，其实我会建议不要打太散，因为像有一点点纤维的感觉哈，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口感。哎，有哎。这样还有咬到一点芒果的口感跟凤梨的口感。对对，其实我就直接用那个搅拌棒，有没有把它稍微打的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稍微把它打细就好。对对，然后这个三果酱真的很棒哎，就是百香果、芒果跟凤梨。对，然后你其实它配什么都好，而且它们颜色都黄了，所以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现在在放百香果果酱。对，那它也不用熬煮果酱，可是它的质感像果酱，非常好吃。对，然后呢，其实你就把它拌匀哈。这样就可以了。除了蛋白质外，钙质也吸收到，然后这个纤维量大幅增加，它可以帮助肝脏的这个整个代谢进入，包含解毒的、去酒精的，包含恢复疲劳的部分，也可以帮助你加强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中的胆固醇。如果说要吃那种有点泰式口味，我就再挤半个柠檬，然后加一点点的香菜，对。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现在的话，就是直接把它拌匀，然后淋上来就可以吃了。好，那这个就很推荐这个季节大家要吃凉拌小菜哦，这样的凉拌花枝营养就非常丰富。那我们就来试吃哦。哇，我们唐老师这一个凉拌花枝好好吃哦。
这个寿司真的很棒。然后凤梨、芒果、百香果，这个三果酱一定要学。对，这个比单纯的百香果好吃多了，因为它加了比较有层次感的这个芒果啦、凤梨啊这些甜味，绝对不一样。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常吃的可能是像这种泰式的凉拌海鲜。那泰式的凉拌海鲜，我发现是这样，女生的接受度普遍比较高，可是男生啊，或者是小朋友会觉得它太酸了，然后也不喜欢中间的鱼露的味道。对。可是我们这种变形版，它就变成老少咸宜，因为它的酸度没有那么高，因为它加入那个芒果跟这个凤梨之后，它其实整个是算是微酸，然后有一点点甜，然后又有口感，然后刚好可以盖过去。有些人不喜欢海鲜味道，再新鲜他都不喜欢它的味道。那这时候刚好盖过去它。重点来了，其实老实说，不论是透抽还是花枝，其实它是相当好的，本来应该是很低热量的蛋白质，因为你想想看，它是几乎是蛋白质，它的脂肪含量可能不到1%，就是这么的低。可是问题你会发现，我们平常在吃它的时候常常有坏习惯，明明是清烫，可是要挤一大堆美乃滋，那你就本来或者要加很多酱料，对，也就是它本来不会生胆固醇的，因为你加了那么多美乃滋，它就增胆固醇。可是你看我们这个刚好相反哦，我们这个除了说原来早流到我们透秋的好处就是高蛋白之外，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东西让它提高了它的纤维，就是你蛋白质摄取的比例会降低，因为它配了很多这个新鲜的蔬菜在里面，而且因为这个酸味使得什么，我们本来这里面一些钙质的吸收更容易，因为你在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除了蛋白质外，钙质也吸收。然后这个纤维量大幅增加的话，整个凉拌花枝的营养度会比本来我们那种无论是淋美乃滋的啊，还是淋那个五味酱的，都来得健康也好吃。好。而且这个花枝哦，我们不要忽视它，除了一些纤维之外的东西，它还有很高的牛磺酸。对。那大概观众的耳朵能想了，牛磺酸本身被发现说它可以帮助肝脏的这个整个代谢进入，包含解毒的、去酒精的，包含恢复疲劳的部分。所以你看到很多罐装饮料里面、保肝的饮料里面都有牛磺酸。那事实上在牛磺酸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也可以帮助你加强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中的胆固醇。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好处的一个食物。和请教一下洪医师哦，刚刚讲的都是海鲜的好处，那你们在急诊室常常吃到的、遇到的都是吃了不新鲜的海鲜哦，好就来找你们，而且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嘛。因为比较常见的就是过敏，有些人自己知道过敏，最常知道啊，饮酒的过敏、吃黑的过敏。事实上，有一些人吃这个透抽啦、小卷会自己不晓得，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过敏的人。我们会跟他讲说，你到底多少吃什么东西？有些人过敏哈，事实上刚开始是抓抓痒痒，我们常常都看到那种皮肤会痒或是红肿、皮肤肿的。但是有一些人是很晚才出来的，比如他过敏到后来，他觉得我们最严重，甚至看过那种过敏性休克跑来。怎么样休克？就是整个没有办法呼吸，对啊，快要没有办法呼吸，甚至有看过插管的。啊。过敏真的有可能过敏到这么程度，有可能。那种是很少见，但是有可能。那一种人可能就是在海鲜类哦，他有相对的过敏，或者他搞不好是吃到各式各样污染不新鲜的海鲜。所以我们要强调说，有一些人只知道自己对虾过敏，对，可是你就要小心，我们可能对海鲜类其他也会过敏。对，哪一种最严重你自己不晓得，所以快要起来的或是已经起来了，赶快要到医院去。另外当然常见的吃到不新鲜的海鲜，对啊，另外常见的就是吃到不新鲜海鲜嘛。不新鲜海鲜，有一些人说啊，我给你折那也不新鲜，你买来的时候就不新鲜啦。刚刚我们都在讲嘛，你那个不新鲜啦，可是处理也不是很好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汤老师一样啊，都可以很处理的很好。那不新鲜的最常见的上吐下泻，所以我们看到拉肚子第一次来就是有没有上吐下泻。甚至有一些人像刚刚我们江医师讲的，你吃的是那个处理过的，那种东西一来就可能上吐下泻啊，都不晓得。所以我们怕的是上吐下泻。而且哦，头足类要有一个大家要小心的地方，它的组织比较坚韧。对。它不跟鱼不一样哦，鱼本身一腐败啊，马上就软烂掉，对不对？而且三甲胺马上形成，你马上闻到一个臭味。对。可是头足类有个问题是说，它不太形成三甲胺，所以你直接去闻它，你闻不到太臭的味道。第二个问题是它组织比较坚韧。所以呢，你口感上即使它腐烂了，你口感感觉不出来。对，其实我们家历史上唯一是食物中毒，就是当初就是花枝。你们家食物中毒？你们家？我小时候，他们家都会食物中毒，更何况一般人。我大概就是6岁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次
几乎所有人都上吐下泻，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腐败不容易看出来。所以不容易看出来。那再加上有一些中式料理，它可能加了酱料，加了很多三杯中去，对啊，你三杯下去，你怎么可以感受得到它新鲜与否？对不对？那还有一种要注意，就是有一些人去夜钓或干什么，把它很老啊，要 take 啊，就生吃。对，所以生吃也要小心，生吃有可能就会上吐下，急性肠胃炎。真的，所以不够安心哦，不会料理，真的不要乱生吃哦。那温老师哦，温师傅接着要分享哦，像我们有的时候买来一只完整的这一个套替哦，通常它怎么料理？你看它那一个墨囊，那个黑黑的墨汁，我的手一摸哦，它立刻黑黑了，真的。好，那我们一般要杀的话呢，我们从这个头跟身体把它分开，那你这个手的地方把这个头这边把它抓住，用力往外抽，它就可以完整抽出来。一般要杀要这样子杀，那个黑黑的那个就是墨囊嘛，对，这个墨囊就我们吃墨鱼面的墨囊，是，这个可以把它留起来，好，就是炒这个炒意大利面，意大利面的墨囊，对，好，那这个。一般如果说我们要做三杯中卷，要带皮一起的话，对，要带皮一起的话，先把这个抽出来。好，这个背部的这个硬壳，它会有一根硬壳抽出来。好，那你如果没有要，就是我们要去皮的话呢，刀子从这个背部，这个硬壳刚好可以形成一个支撑点，对，在背部这边划一刀。好，划一刀，这样就对破的概念了嘛？对，对破。那这样子也容易取出来这一根这一个硬壳。对，你可以把它完整切下。好，那完整切下来之后，你还要再剥这一层是什么？这层是它里面的这个结缔组织，我们把它去除掉。所以它的口感也比较不好，对不对？对，比较硬。比较硬。然后这个皮跟身体的话，就可以把它完整的去除，然后这样子水洗干净，然后也直接这样去皮。对，那可以直接这样子剥皮，是新鲜还是不新鲜？是新鲜的，很新鲜。所以好剥的是新鲜的。是，对对。那我们一般是会建议一下就是说它碰到淡水的时间越短越好。对，好，碰到淡水，如果这个它表面是盐分的嘛，好，那你如果碰到淡水长时间，等于是把它的盐分洗掉，新鲜度就会降低。所以你不要让它泡在水里一直泡，对不对？所以你稍微洗干净就可以这样子去皮撕它。对，这一个果然是新鲜的，去的这么快。对，那头的部分比较重要，是因为它这个这边的话呢，墨囊这边把它用这个手把它撑下去，把这个把它去除掉。好，然后呢？头这边眼睛这边，因为它的有一个压力，对，所以你要切的时候，这个要小心一点，不要切到，不要切到自己的手。好，来中间这边对切，但是它这边有一个嘴巴，就是我们说龙珠。龙珠在这里哦。龙珠在这边哈，然后中间切到龙珠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左右切一刀，切眼睛。眼睛也去掉。然后左边再切刀切眼睛。好，那这样子。师傅，我可不可以镜头拍一下？这一颗就是江湖传说的龙珠嘛，对不对？好，这一颗就是龙珠。那这个眼睛就去除掉。那我们看一下我把它稍微洗一下。看一下这个龙珠的一个组合，这个嘴巴的部分，里面有口气。对。嘴巴这个要把它龙珠可是也嘴。对。挤下来。有的时候还闪电还要挤出来这把它挤下来。所以难怪龙珠贵，因为它处理麻烦，刚刚。而且只有一颗。对。好。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就清洁完成。好，这就是清洁我们一般的套丢的这一个作业流程。好，那师傅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碧绿草套丢嘛？对，好，那套丢它有两个面嘛，一个是里面跟外面。好，那我们通常是这个背部这个皱褶的地方就是里面。好，那这个筋膜组织都在背面这边，所以我们要切刀的话要从里面切。内面切。好，那如果说一般的这个刀法就是这个格纹刀法，好，你就是这个15度，好，15度斜切菱格纹这样子，对，可以帮我画双膝上去吗？会，画双膝有比较贵吗？切15度这样子，好，然后这个皱褶这个纹路待会呈现出来就会比较漂亮，然后另外一边，好。你真的是练家子，你切得好快哦！哎，练这个要练几年呐？你从几岁开始练？对啊，你知道武侠小说都是什么3岁开始练神功吗？然后练到后来啊，
就变成这个武林大师啊。对啊，我们看一下它的作者。哦，好漂亮哦。作者。哦，所以这样子咬起来哦，它就会 Q 软，而不会哦，有一些就会很硬，咬不动。对对对，好，每个皱褶都很漂亮，然后不能切破这样子。对，好，那我们把它对切好。好，好了之后呢，我们今天就炒一个很家常的，我们今天这个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香料，还有我们的小黄瓜。好，我们用这个来，对啊，用这个来替代饭。对，这样。这个五星级的奢侈料是。那我们知道南瓜，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再加上它的一些微量元素，有些人认为它跟白饭比起来，它也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是相对适合。今天的碧绿炒花枝，碧绿就是小黄瓜。对，哎，师傅哈是有展现刀工的。切下。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小黄瓜哈。因为哈。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菜就是很家常，让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很快学，但是我们就稍微刻一下花刀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一般我们这个在后手就等于两次烹调，我们一般这个要先穿烫，穿烫就第一个让它这个卷曲，第二个去除它的杂质跟腥味了哈。那水滚之后放下去，因为这100度哈，然后常温的这个花枝透出哈，很用泡的就可以把火关掉，因为我们要二次熟成，然后待会吃起来这个就会比较嫩一点。好，是。那这个师傅，我们今天还准备这个菇叫做粗朵菇，是不是？比较厚实的菇啦。哦，那口感吃起来就比较弹牙一点。这个是香菇吗？对 对, 對，然后是干的香菇发泡的。那为什么它叫粗朵菇？粗朵菇最主要的用意是说，它这个真空包在冬天的时候自然生长，只留一朵，旁边都摘掉，所以它的营养都给这一朵。就说一个真空包只养它一朵。对对对对对。哦，它已经有种灵芝的味道了，就是。蛮好吃的，而且香气很浓郁，然后那个口感像那个鲍鱼的口感，像鲍鱼一样，口感像鲍鱼，可是厚度是肥厚的，可是我这样闻是很浓郁的，因为这个泡过都已经超香了。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好，我们水稍微哦热滚之后就可以来泡它。好，这样加下来之后就把火关掉，关掉，那立刻卷了。那通常要泡多久？泡10秒。好，10 9 8 7 6 5 4 3 2 1。好，熟成度哈，熟成度尽量再控制在5分熟。好，10秒5分熟，因为我们还会有二次的这个料理烹调，所以我们不用让它过老过熟。对，而且也担心它的鲜度通通都流失嘛。是是是，好，那这样子我们把它捞起来。好，那因为你烫太久，那个鲜度就会流失。对，这样子。好。那大概熟度控制在5分熟10秒钟。那师傅现在要炒哦，就是很简单的配备，是花枝啊，不是，是中卷。是。好，那师傅现在热了一个不粘锅，放了一点点的这个葱、姜，还有辣椒。辣椒我们去籽，然后切菱形哈。那这是配色。好，那这个我们的这个透臭，它最主要吃它这个鲜甜跟 Q 弹的这种口感。好，那这个新香料的香味的来源就是全部来自于我们这个新香料。对，好，所以要把它煸香。好，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干香菇的部分啊，因为泡发了水分哈，所以我们也把水在锅中哈，让它做一个挥发。好，这个叫粗朵菇。是的。好，哦，这个葱姜哦，蒸了一下去，好香哦。对，香气来源一定要在这边哈完成。然后这边呢，我们现在把调味料加下来。啊，这个时候就加调味料。对 对, 對，这时候要先加调味料。因为我们这个食材哈，下锅的时间哈很快。很快。哦，因为你担心这一个透 TU 哦，中卷哦，我们会吃到哦比较老，那要让它比较嫩，我们加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糖。盐。好，都大概小半匙的盐跟糖就够了，一点点就够了。好。然后我们加一点酱油。哎。酱油这个时候下去。醋一下热锅。好。所以一大匙左右。好，让它呛一下，酱香让它冲出来。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水哈。好，我们加一点点的水。好，水的话哈也不要太多，大概一大匙。好，以今天的料，我们呛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水。好，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臭臭加香哦，这味道就对了。哦，现在像快炒店的香。对，你知道。百元热炒在台湾很夯啊，就是什么葱姜蒜啊、热炒啊、酱油啊，然后下去就强强棍。好，这时候我们把小黄瓜这时候加下，因为小黄瓜熟成度很快哦，不能太早加。
所以最后把它拌炒入味就好。对，好，那这个水分哈千万不能多，因为你水分太多的话，它会形成这个就是鲜味啊都被它稀释掉。对。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这个玉米粉水下来。好，一点点的芡汁哦，让它锁住这一个鲜味哦。对。好。好香哦。对。好，最后呢，我们带一点点的香油。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来试吃哦。哇，我们师傅啊，这个贴成仙女散花的这个中卷哦，套屉我果然好吃得多。所以这个不止刀工，这个还影响到口感跟巴附它的寿司的滋味嘛。对，因为它切成这样子啊，你会发现咬下去它就是爽脆，有没有？对，完全就是一口不会有时候嘿。如果膜又没有扒好，又没有煮好，就会觉得像口香糖就没亏。可是不会爽脆之外，它的鲜甜度都在，而且它因为这个刀工好啊，说实在，它那个酱没有很多嘛，因为它其实用的酱汁很少，可是它很轻易的就扒附在上面，很均匀。再加上这个小黄瓜哦，奇妙的，非常的鲜脆又甜，这个厚度啊，我觉得很刚好，所以吃起来。大家以为像看似快炒九九，对不对？这完全是不同的层级的，这个已经是那种我们一般的应该是五星级菜色，五星级的菜色看起来很像，吃起来是完全不同层级哦。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这个整个健康的搭配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只知道说，哎，透抽可能有硫磺酸，对，刚才说又是好的蛋白质。事实上呢，还有好的油，因为有 EPA、DHA 跟 Omega 3之外呢，其实它也富含有维他命的 E， 油溶性的维他命。那么 E 以前。大家比较想说女生外用用来抗老，对，不抗老，其实它对你脑部的抗老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们一般认为说，如果你摄取适量的维他命 E 的时候，可能对你一些脑细胞啊可以延缓管它，比如失智的这个发生。所以第一个小朋友如果说他真的很想吃这种蛋白质类的东西，你看低热量，然后第二呢又可以对脑部保养好。另外这香菇的部分也是加的非常好，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好像体力很差或干嘛，其实你适量的钾，因为我们他小朋友有时候流汗，你那个电解质会流失，这就可以适度补充钾之外，它里面的多糖体，多糖体对我们包括我们说抑制的预防癌症啊或调节免疫都非常好，所以这整个是健康爽脆又好吃的五星级搭配，真的好。那接下来哦，知颖也要示范哦，像刚刚讲哦。有些人呢，如果买这一类的花枝，有的时候会买那种冷冻的完整的一枝是好的。是。那这一类通常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前置的处理呢？其实现在外面买到的啊，就算冷冻或者是限流，其实大部分的厂商都已经帮我们处理到这个状态。对。就是皮都会把你拿掉，那内脏也会拿掉。对。那我们现在呢来。稍微分享一下怎么处理。那我们现在拿回来的时候，你就从这边稍微下一刀，好，然后把它拨开，对，然后我们把头把它取掉。哎，所以一样先去头，对，一样去头，它头一样有那个身跟那个身体有连在一起的部分，我们先把它取掉。好，所以跟刚刚温师傅的逻辑一样，对不对？去头，那留下这一个头跟身体，对，身体是比较肥厚的肥肉。是，那身体这边呢，我们有要稍微注意的就是。这边翅膀，对，我们用剥的，直接剥开就可以了。这里叫翅膀哦。对，这个翅膀是脆脆的口感哦。对，我这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完整枝解花枝。对，而且我们常常被骗，你知道吗？在路边卖那个烤花枝啊，你一定会发现跟这一枝花枝长得不大一样啊。因为后来才发现他们都是阿根廷鱿鱼啊。对对对对。那花枝呢？花枝因为它的那个肉比较肥厚，那。比较肥厚的时候啊，像你如果处理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很软。对对对。对，那这边有一个小诀窍，就是你看里面有一层膜，我们要把它拆掉。一样要去。你看我现在拆，有抓起来一层那个膜。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膜就要慢慢的这样把它。哦，挑起来。第二，挑起来，把它挑起来，这样。有哎。有没有？有。这个膜要把它挑起来。这这层膜就会影响它的口感，对，影响它的口感。那我们整层都要把它挑掉。好，那这边呢，里面的膜还算是比较软的哦。对，它其实花枝外面这一层，这里面我们已经拆完了，然后再来外面这一层也有，还有，对，外面这一层有一层更厚的膜啊。对，看到了。这个更厚的这一层膜也一样要把它拆掉，一样影响口感。对，一样影响它的口感。哦啊，如果吃那个膜就是看。比较软啊，比较嚼不烂，对不对？或者比较容易塞牙缝。对，那我们都把它处理完之后呢，再来像边边的部分，我也是会把它修下来。哦，修下来跟那个头啊、翅膀一起用炒的方式。OK， 啊肉呢？肉我们今天会分享一道，就是好有点炖饭的口感，但是这里面的没有
米饭，我们用南瓜来代替。我们没有米饭，而且我们用花枝代替。我们奢侈的用花枝来感受那个口感，而且这个花枝还把它切成丁。对，那真的。这边我们处理到身体这个部分，我们就把它切成我们要的大小。哦。所以这样子先把它切成条状，对，切成条状，然后再把它切成丁状，对，切成一个小颗粒的一个丁状。哦，那我们用这个来，奢侈哦，对啊，用这个来替代饭，对，哦，这样哦，好，这个五星级的奢侈料理，好。嗯，那花枝这个身体的部分，我们代替那个米粒的口感。对对，那淀粉质就来自于南瓜。好，在这边准备一些。那我们这个南瓜泥怎么做？我们只要把南瓜蒸熟，然后把它用那个我们那种调理机啊，或者是你把它用汤匙稍微压一下都没关系，对，压成泥状就可以了。好，那南瓜我还要准备一些有口感的，好，就是整颗的那种颗粒的南瓜切丁，有烤箱的话进烤箱稍微烤熟就可以了。好，烤多久会烤这样的丁？大概5-6分钟其实就可以熟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干锅，稍微煸一下烘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因为都吃切丁的口感，是，所以另外准备的是节瓜切丁，切丁，那还有洋葱切丁，那这个是青蒜苗。好，青蒜苗，哦，这个是蒜苗，是蒜苗。可是主厨哦，为了让它吃起来口感一致哦，让它切成一样大小的丁，是，好，那我们热一个锅子，好，热一个锅子，我们先热一个锅子哦，那放一点点的这个橄榄油，所以这一个。通通都是切成丁的口感，就会让它口感一致。我们先炒的是洋葱，我们先炒的从洋葱开始下锅。好，那这个素心主厨今天用花枝跟南瓜哦来替代主食哦，也是个简单容易的料理，也是这个季节哦非常推荐大家的选择。真的，因为我们一般在做炖饭的时候啊，通常大概都只有两个组成，就是饭跟蔬菜或饭跟菇，或者有些人用海鲜炖饭。可是你会觉得说吃下来会觉得那个淀粉的比例可能会太高了一点点。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等于说一半用我们这个低等于低胆固醇也是低油脂的这个海鲜的蛋白质，那一半的淀粉质来源呢，我们用这个粗食，也就是我们用南瓜，因为南瓜里面富含的膳食纤维，它又有果胶，而且里面又有铁，所以它整个加起来就会比你光光用这个淀粉来会变成好多了，而且再加上我们就加了这么多种蔬菜，等于是你在夏天吃这个炖饭，它整个热量的负担低了，而且膳食纤维的比例就会更高。好，我们的洋葱炒得很香哦。主厨现在要下的这个是洋葱的香味出来之后，我们就把青蒜苗也一起加进来。蒜苗一样把它切成丁。好，那蒜苗加进来的同时呢，我们节瓜也可以加进来。我发现了，我们刚温师傅搭的是小黄瓜，那陈师傅搭的是节瓜。是，这一类其实跟夏季盛产的瓜也非常搭，很搭，很搭，非常搭。对，而且它的颜色又好看。对对，而且你知道像头足类里面的牛磺酸跟我们的这个南瓜，他们还有两个共同的特色是，牛磺酸其实会在胆固醇还有护肝的作用之外，有研究发现它可能在调节血糖部分可能有一些潜力，因为他发现它事实上对于一些胰岛素的这个调节敏感，有之前有研究发现也有一些作用。那我们知道南瓜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再加上它的那些微量元素，有些人认为它跟白饭比起来，它也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是相对适合。所以你看这样加起来就是，连很怕吃淀粉的你就来这一点点。量不要太多。好，那我们炒出香气出来之后呢，南瓜丁也可以把它下锅。好，真的有香气了，那个洋葱香出来了，然后那个节瓜也有一点点瓜果类的那个水气跟香气出来。那因为我们南瓜有烘过，所以就会比较早熟。对，拌炒一下之后，我们那个花枝肉就可以下锅。花枝肉切丁下，下锅。那这边呢，一下锅之后，马上南瓜泥就跟着下锅。好，对，南瓜泥我们这一个分量大概有做成一小碗的这一个瓜泥嘛。好，一个大概饭碗的一个量这样子。好，对，那我们就把它拌炒。那因为呢，花枝它本身含很大量的水分，对，是它跟我们蔬菜的水分，所以这边就不再加水了。对，等一下它那个水分就会跟南瓜泥整个融合在一起，它就会有点炖饭的那种。滑的口感是，对，它的滑感可能是南瓜泥哦，它也会有一点点 cream 的感，对不对？是。然后呢，它的水分呢，包含瓜、包含的花枝都有水分，是，所以它也会有一点点出水分。那我们只要最简单的调味，盐巴就可以了。好，现在真的有点，现在看起来就很像的味，真的有。
哇，今天是奢侈版的，把花枝来替代炖饭，真的。不过这感觉哦，这个就是夏天很轻食、没有负担的这个料理。好，志颖，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花枝变白，应该就熟成了，对不对？对对，这个花枝啊，这个。要炒的时候啊，就是要稍微勤劳一点，因为它颗粒很小，那所以你要一直拌炒，那拌炒到你看整个全部的那个花枝都变白色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了，我们就把火关掉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来试吃哦。哇，吴志颖这个花枝炖饭好好吃哦，这也太好吃了吧？对，哎，它南瓜泥真的有炖饭的 cream 的口感，可是吃起来是很清爽而无负担的。对对，没有那种奶味好重的感觉哦。对，而且花枝吃起来是 QQ 的，真的像米的口感。对，而且它那个，因为一般有时候我们吃 risotto 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比较容易腻，因为它里面的奶油可能加的量很大。对。可是我们这个虽然有 creamy 的口感，可是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油。对。而且你会觉得那个一般我们吃那个米的时候，当然我们保留米心会有特殊的。可能会比这个稍硬一点，可是这个是以 Q 感战胜那个米心的感觉之外，你咬下去啊，因为南瓜泥是甜的，对，可是你吃到那个花枝中间，它是鲜，但是有点咸味，海的咸味，所以它平衡起来就是鲜，然后甜，然后咸，味道又回来，而且最有一些惊喜是在那个那些瓜类跟那个洋葱，还有那个青蒜苗，它每个咬下去都是脆，但是每一个人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吃起来就觉得每一口吃到都有不同的口味在你的嘴巴里面混合在一起，比一般的炖饭好吃清爽。对，而且它那个南瓜泥是很滑顺很顺口的，所以用南瓜泥来替代了这一种炖饭或者是炖意大利面的这一些炖的料理里头那种非常奶油的 cream 的质感的话，南瓜泥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好，那最后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记得啦，头足类固然是很好，不过大概有痛风常的发作、尿酸高的人大概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的普林是高的。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其实这个头足类反映我们人类对环境的伤害。13年前我刚在台湾周边采购头足类的时候都没有问题。过2年之后出现砷。那砷可能来自于我们科学工业园区对于这个洗晶圆的时候用的砷化氢。那我们逼不得已就跟菲律宾买头足类，买了大概6年没事情。后来菲律宾开始发展纺织，他要染，就是要染色。那染色会用铬做定色剂，就我们就在头足类里面找到一堆铬。那逼不得已就跑到印度洋去买。但后来印度就开始发现轻工业之后，我们印度也开始不能买了，到最后要跑到智利跟阿根廷去买。所以你看，这个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个警告，就是说你不要把周边环境搞到大家没东西可以吃。对，就是它虽然是天然的海鲜，可是你就会担心，如果那个海域有重金属的污染的话，这样的海产也可能残留重金属嘛。是，好，谢谢江医师的叮咛，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食谱跟做法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那健康好生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喽，拜拜，谢谢。